Welcome back to a special edition of Badminton Unlimited, where we explor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ese Taipei's most successful shuttler, Tai Tzu Ying, and her longtime coach, Lai Chien Cheng. Before the break, Lai spoke about the expansion of Tai's entourage. Here, the 35-year-old describes his role as the head coach of the team. 先谈比赛，比赛大部分会去帮他分析他的对手嘛，就是可能对手的一些特色、打法、特点，那怎么样去做因应嘛，应对嘛，那以及在场上他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我们要怎么提早去做一些准备，那这个就会在有的时候比赛前会去跟他做这个沟通，甚至是在训练的时候，比赛前去训练的时候就会去稍微去注意到这个部分，就是他可能需要准备的地方。 因为我比较没有在看，就是人家打球的影片，所以都是现在都是两个教练就是帮我看，然后再提醒我说要去注意什么，然后在我比赛前告诉我会印象比较深刻。再比如说，在打什么球的时候，可能别人出什么球的几率比较高，或者是说我的弱点是什么，人家会比较一直。 去攻击啊，然后需要注意啊，这样子。Oh, no, that's not possible, surely. Ah, and he makes the simple error. Tai's prodigious talent and deceptive shot making have earned her many compliments. But as Tai found out, her ingenuit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most challenging task that Coach Lai has to face, mentoring one of badminton's most stylish players. 通常我会输都是自己的，就是感觉上面啊，控制上面就是比较不好的时候，然后我又会一直很，就是要去做同样一件事情，然后要把它试到成功这样子。 所以就会一直犯同样的错误，对啊，那时候就是会比较需要有人提醒我，就是真的要换一个方式这样子，对，但是我会比较专注在自己的想法上面，就会有时候会忽略掉就是人家提点我的事情，所以那个是要比较多次去做。 提醒跟改进之后才改善的，也就是他可能尝试了这个东西，一直在失误的时候，那短时间内我们就会去提醒他说，暂时先不要再这么做，就是去提醒他比赛的时候已经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也很愿意去做改变，所以我在想他应该是会。 他是会比较愿意改变的一个球员这样子。那我觉得他给我比较多改变的地方，应该是想法，就是在打球的想法上面。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是比较多球来了，我就打回去，比较没有那种就是计划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想到什么就打什么。 可是有时候感觉就是会需要一些计划，就是去做组，就是球的组织这样子。对，但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比较弱一点，就是会需要再加强。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提起太多，因为他现在其实碰到的对手大部分都蛮熟悉的，所以大概会。 去提点他一些，就是上次，比如上次跟这个选手打，他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大概会去提点这几个状况而已，那其他就比较不会去说太多。大多数他会比较依照我的想法，然后再去做，看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什么改变，他比较不会强制给我，就是要我改变我的东西。